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。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12月23日。湖州消息显示 ,BGM 酒吧那个楼道的楼梯间的场面也是服了，不冷吗？附上视频开头的相关视频由于平台限制经过编辑。有关此事我们查询到，有人在社交平台发文提到，有的人在 BGM 楼道都能被爱，而你在这发这一声如履薄冰，到底能不能走到对岸？第二位网友发文提到，所以那段视频一开始男生一直在抖什么，别人回应提到可能是冷。另外在中国的网络流传截图资讯显示，事情出来了，一个张洋洋营销叫了个女的给客人操，结果那个客人硬不起来。中国的社交平台出现搜索关键词福州 BGM 楼道女主、福州 BGM 吃瓜、福州 BGM 楼梯间、福州 BGM Club 楼道事件、抖音网红张洋洋怎么了、张洋洋干爸干妈是谁、张洋洋养父母家庭条件、张洋洋现在干什么工作、张洋洋父母是干嘛、张洋洋撒娇和好言视频。在匿名论坛有人提到，12月19日福州 BGM 酒吧张洋洋楼梯间的爱情就这么短暂呀。另外在中国的媒体平台哔哩哔哩上，从12月19日到12月21日之间，有大量的视频内容提及12月18日下午1点左右，有人披露资讯提到，一位女士在 BGM Club 福州黎明一号店的楼梯间接待了一位男顾客，结果那位顾客在某些方面不那么给力，并附上了黑丝美女。截止到现在为止，涉事机构或本人未有回应此事。继续有关福州 BGM Club，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，又名福州 BGM 酒吧、福州 BGM Club，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黎明街一号。